核桃市李新华翡翠金城近日与国际知名的品牌万国表合作，发布2016万国表独家预览会，现场展出了很多的当季新款以及珍藏的限量款式，吸引民众和媒体的目光。李新华翡翠金城多年来一直以卓越的品质、创新的现代化经营理念以及专业热忱的服务精神来经营，因而得到了世界各国名厂的肯定。近日，李新华翡翠金城核桃市分店更是与国际知名万国表合作，推出了万国表独家预览会，现场展出了 IWC 多款2016年新表，精密的机械技术和独特的设计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SIHH 每一年新出来的新的 collection 的表，它就会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去看，所以好多朋友没有机会去的瑞士来看他们最新的这个 model 呢，就今天晚上我们的他也带过来我们李新华这里这个 party， 还有他有很多特别的礼物，现在想喜欢客人如果今天晚上会来啊买啊东西都会有送的，所以这个蛮高兴。现在我在我右边呢是这个 IWC 的美国的总裁，所以我很感谢他过来跟我们参加这个 party， 欢迎我们的客人，跟大家打个招呼。Tonight is a great night for IWC. We've decided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IWC and Hinwali. We started, you know, a year ago to launch our new collection that was presented this year in Geneva, the pilot collection with Hinwali. So we have some pieces who are coming especially from New York, some from Switzerland that are only available here. It's a pre-launch where people can really try the pieces and experience a little bit the pilot family of IWC,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you know.核桃市李新华翡翠金城从扩大装潢以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宽阔的消费空间、舒适的购物体验。与此同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室内装潢设计，绝对让顾客耳目一新。在您选购精美礼品的时候，这里顾客至上的贴心服务也一定会令您宾至如归。中天频道采访报道。